开始。开始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哈。然后呢？最近 Costco 的一美后奶茶造成疯抢，但是小哈今天不想要介绍一美后奶茶，小哈要来介绍 Costco 的其他的好吃美食。来吃给大家看咯。那第一样呢，就是薯葛格，等一下，薯葛格酸奶洋葱口味，一吃就是停不下来。看它长这样子，它非常适合看电视边吃，而且要非常注意一点，当你一吃下去的时候呢，当你回过神以后，这包可能就只剩下三分之一了。然后它里面大概就这么多，这样。它洋葱味其实没有它那么重，吃起来微酸，非常的爽口。然后碍于我还要介绍后面四样东西，我再吃个几片。那我要介绍下一款咯。下一款的话就是蒜香烤虾洋芋片，不，乐事大波浪蒜香烤虾味洋芋片。那这款呢，听说媲美这位猪哥哥，也是一打开就不得了，停不下来。吃的时候也是要非常注意。第一片吃下去，那虾味很重哦，这看很厚。我觉得分量也是很多。然后啊，也是属于停不下来的那一种。记得。要注意自己吃的分量，不然一打开马上就是吃光光。下一包呢，我要介绍这一个手烤去壳甘栗。那如果喜欢糖炒栗子的人，我很建议买这一包，它栗子风味还蛮香的。但是要注意哦，吃完的时候如果没有吃完，一定要马上放到冰箱里面去，不然很快就会发霉。它栗子会很重，大家看一下，它栗子一颗，看起来跟比糖，我觉得比糖炒栗子还要再甜一点。这边看得到吗？如果想要解馋，如果临时想吃糖炒栗子又没办法吃的话，这包放在冰箱非常的解馋，而且我非常推荐大家这一包。这包叫什么？手烤去壳甘栗。那我的小孩要继续下一个咯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这一盒日式草莓大福。这有味道吗？日式草莓大福，它里面有十二颗，然后呢，其实这一盒非常的重，那它一颗也很饱满。等一下小哈来切的横切面给大家看，给大家看看它的横切面，有没有看到超大？它里面有一盒里面有十二个哦，给大家看看，草莓跟红豆，一咻。草莓跟红豆都超多超扎实的，那我觉得买一盒回去非常划算，因为它一盒才多少而已，一盒才299，然后总共有12颗。那如果家里有客人来的话，我觉得买一盒回去又好吃又有饱足感。它草莓有点微酸，然后配上红豆甜甜的，超级好吃的。
样很适合买回去当点心吃。他接下来要介绍这一款酒品叫班洛克维甜粉红酒。那为什么会买它呢？第一，它外观非常的可爱，先拆开来给你们看看。这款整身的瓶身都是粉红色的，因为小孩觉得它很漂亮，所以就买了它。但重点是，小孩个人觉得它不贵，四罐才，等一下我看看我买了多少，四罐才279元。那我倒出来给大家看看。有没有看到它粉红色的？然后带回去请朋友喝，装玻璃杯里面，整个少女心喷发，超漂亮的粉红色。而且它又是微甜的甜酒，那喝起来呢，配刚刚的草莓大福，整个就是绝配。那我这边也要喝给大家看看哦。那哦，对，它的酒精是6%。然后喝起来是微微的气泡，然后酒精味也不会太重，然后甜度也不会太高，那我觉得非常适合搭配下午茶的甜食来喝。那我觉得，而且加上它又可爱，这是整瓶的瓶身又是粉红色的，非常非常适合带回去请朋友或者是自己配甜点来吃。而且要提醒大家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以上就是小哈介绍的 Costco 好吃美食，那不是只有一美厚奶茶可以购买哦。那这些好吃美食呢，价格上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昂贵，非常的平价。那下次去 Costco 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多了一项选择呢？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跟到粉丝团按赞哦。拜拜。Uh-oh.